做完了，我就没问题啊。啊，你规工哦，做个全关的术前检查，做个这侪下来，起码身体应该就不爽快哦。啊，你若是哦有啥物需要的，还是尽量讲啊。嗯。我也是该提醒你一解啦。啊，你搞一部分的肝啊，肝处理的，还有暂时性的肝功能不足，有可能有并发症的。啊，你前一阵仔烧烫伤啊。虽然讲话唔是讲介严重，啊嘛好甲差不多啊，啊不过迄感染嘛风险嘛是够足悬的。关于什么风险，这本来啊都是我该做的。今天我这条命是胡林的祸害，那真正安怎？马上是我害的。你绝对袂用有代志，佮有就这代志要等你做啊。你且爱将我列等你，告诉公啊，我那些当官的好啊，比起我，你才是应该存在的人。哎呦，好啦，你，卖胡白乱想啦，哈？我是讲，我那真正因为官官，人团就无去啊。你答应我，永远袂当让胡林知影真相。你都会认为你是真心好仔，有听到无？这是你看不完啊！在我知影，我唔是我妈的亲生后生时阵，我逐天拢伫遐想，到我到底要怎甲讲老实话。啊！不过我真正想不到，你竟然对我这大方，敢讲你一点仔拢无想要甲妈收你呢？我知影，伊是我的亲生妈妈，伊骂你这个后生不离心可变，我都完全。这有当时啊吼。代志结果虽然不是咱想想要滴个，但我反正就是我安排。来，来讨论一下，看我怎么样走啊？来，哎，姐，李局长，我叫咱讨论过，拢叫安排好势啊。明仔日面倒啊，得做回新加坡啊。啊，我得到要动手术的医疗团队啊，签保密协议。啊，他暗时啊，无人动手术的时阵啊，就开始进行啊。啊，对我就讲啊，迄肝是我管的，啊，不过实际上啊，我安排你跟我做伙入边。你不爽快哟，我带你来休困啦。唔免啦，给我放开。不要紧啦，我带你来休困一下啦。唔免啦，给我放开。不要紧啦，我来休困一下嘛。给我放开。放手啊！你咧创啥啦？你现在创啥？你是不是趁人之危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在附近哦，都有监视器啊。我今晚就敲电话叫警察，赶紧走。你赶紧。袂当恁哦，就莫恁遮尔济啦。
我要甲你这样歹看。阿妈做，你都唔叫我阁予人欺负我。你安尼做在你家己，阁惊人欺负我？我去叫妈妈上街带回去啦。小啊，规身躯那烧烫烫，你是看啥？这附近这里好在，江丽文有个林家呢，卡是拄着歹人。是要安怎？就当作是我真心人欠你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你往这里。哎，辛苦那遐尔少。啊，刚刚我嘛发烧啊，行。你老皮回想要维护家己的心意，你明明够爱我。美术刚刚那个自己记得的，哎呦，喝酒喝到一半就没看到人啊，就是说他先回来了。我臭豆腐，你怎么这样啦？我跟我爸告诉你，你怎么没好好给他照顾啦？拜托耶，大人大姐不要照顾自己哦，我顾上还要顾不回来呢。喂，你是要去哪里啊？我就想说，他不是喝酒醉，不记得要回来吃，结果回去找我，回去看看。打电话问一下就好啊。有啊，我打几枚啊呢。他一定是喝酒醉了，他才会回去中家。我现在就要回去中家看看，你替我跟妈咪说一声。好吧。喂，姨。这阿妈已经去哪？他说要回去照顾袁勇了。
来啦来啦，去饮茶来解酒一下啦。多谢大妈。你爸爸嘛真正是，小爷是查某囡，啊，这这这这这，查某囡仔，搁带伊去什么酒店应酬，真正是只狗嘞。大妈，伊占酒店模样，甲查甫人同款嘞。有够无良心的呢！啊，拢伫遐开讲，啊，袂晓甲我斗相共照顾龙哥哥，规身躯要散去啊！吃啦！啊，英咧？英讲哦，要照顾元勇，等于丢教啦。我真正教了足好诶，英英哦是一个好太太，搁知影照顾翁婿。大姐啊！唔是我的 complain 哦，我甲你讲，迄自从哦恁查某囝找倒转来哦，你着拢无爱顾恁翁呢，迄龙哥哥拢互我一个人照顾，足忝的呢。哎呦，我已经伫咧煮汤互恁解酒啊啦，较等下哦，捧起你互伊啉，你敢卖来一挂？无爱。大姐，你唔是讲？你要出去进香几日工，啊，你哪会今仔日就回来啊？我就想着明仔载十六爱拜拜啊，我若是无较早回来发落一个，无你要传哦。明仔载十六，啊，今仔日毋就十五。十五、十四哦，妈，你是讲废话哦。今仔日十五是轮到龙哥哥甲大姐睏。哈、哦，就是讲哦，大姐无伫的，我就可以独占龙哥哥。啊，真正无彩哦，我点一点中药啦，白白哦，和大姐降班伊。嗯。哎呀，你嘛，因为我今日大家，我是好大领水，你嘛。哎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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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臭豆腐，看卖一个啦。啊！恁家己去酒店应酬就好啊，搁带小叶去，交予伊啉遐尔啊多，真是。还佫你，酒店是甚物款的所在？你家己想知影啊？你煞毋知影小动静？冤枉哦！是家己硬要去的，好无？哟。这囡仔，哪会遐尼独强啦？大妈，小月哦，拢是为着你呢。哈？伊就感觉你干那伊一个查某囝，就感觉哦，袂当互你下面子啦。啊，伊哦，就是看我无顺眼啦。一天到晚找我呛声作对，就是讲哦，我会欺负恁母仔。好啦，啊，你莫看小月安尼粗脚粗手呢，其实心真软啊。伊知哦，阮妈有三个囡仔，惊你吃亏会烦恼，所以就想要保护你。原来有家己的囝。是这么好的事情。嘿，大夫，你别误会哦，你也都是我的孩子啦，只是好啦，大妈，你都知道啦，以后你有靠山，后半世人也不用烦恼啊。烦恼什么？你感觉我会欺负大姐哦？小叶啊，妈妈哪会这么好命，会当有一个哦这么大心，搁这么为我的查某囝。妈，放心吧，我的体会比后生搁较有保养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你过好日子，袂让你无面子。嗯，妈妈知影，妈妈拢知影哈。来，妈妈来带你去楼顶，咱来好好洗身躯，休息一下，哈。来，
小妹来了。干嘛？我来了。哎，蛋蛋，蛋蛋。盈盈的哥哥。哎呦！你敢会受大力啦？没啦，伊啉酒醉也无感觉啦。嘿，啊，不过小叶是查甫囡仔，以后还是莫安尼想啦，吼。哎呦，大妈你免烦恼啦，小叶甲家己哦当作是查甫人共款呢。啊，不过你嘛莫变，回去做家己就好啊。嘛是啦，啊，当初你爸爸讲哦，爱叫伊小叶，莫叫珍珠。就是希望讲哦，你回来厝里哦，拢会用个感觉自在啦。不然，不管是珍珠还是小叶，只要是我的查某囝，我拢爱。好了，大妈，我先落去啊。谢谢你哦。没啦，大妈，你慢点讲。麦叮当哦！哎呀，来来来来，哎呦哎呦，是来来来，哎呀，你莫安尼讲啦，那会麻烦。妈妈担这个麻烦哦，已经担了十几年了啦，哈。妈，以后不管我有啥物代志哦，我拢会。在你的面头前，后生人拢免想要欺负你哦。妈妈知影，小叶上乖啊。只要是我的妈妈，我拢会顾到底。不管是妹妹妈妈还是淑女妈妈，只要是我的妈妈，我一定会挺到底。妈拢知影，我伫小叶心内，既然已经会当甲叶美云妈妈有同款的分量，小叶，你终算承认我是妈妈。几点了？这么吵！喂！喂喂喂！我爸，你总算接电话啊！你？你这摆人伫倒啊？我伫厝里等你等几暝呢？我伫厝内啊。你？你伫倒一间厝啊？哦，好佳哉！我伫你后头厝啦，我哪无看到你啊？啊？我伫咱的新房呢。你哪会走单丢噶？哦哦
我就想讲，昨暗臭豆腐啊、爹地啊、小玉姐拢回来啊，就你唔知走去倒位，我搁抓准讲你啉酒醉，啊，未过你即马住伫后头厝，就走转去张家，我唔才会走回来。诶，是讲，欧爸，你是当时转去厝的啊？啊，哪会无甲爹人做伙转去啊？这江丽文竟然搞救！江丽文当你真辛苦啊，我是趁这机会赶紧离开。喂？喂？你哪会拢无讲话啊？你是不是还搁伫咧宿醉啊？啊，是啊，我即马头足痛，啊，昨昏大家拢甲我灌酒，我啉足济，足想要吐的，就走出去吐啊。啊，回来的时阵大家拢无去啊，所以我才糊里糊涂回来你后头厝。歹势啦，我睏去啊，无发现哦，你无伫我身躯边，是我唔好。不，我爸你辛苦了呢。你等我，我即马随转去照顾你，哈，等我。好啦。张元勇，你真正足糊涂的。假使江丽文用昨下代志甲你告甜，那呢总有一天，因一家伙啊，绝对会发现的啊。伊也唔敢发生任何代志，无论天晴雨变，我会帮伊照顾伊。我跟大爷要照顾小叶啊，爱伫陪伫伊身躯边。天公伯，我到底应该怎做较好啊？所以那不来了。哇，你来了都要靠好你。我本想讲你昨天选较好啊，哎呦，你来无爽快啊？你宿醉哦。啊，卖阁细细念啊！我即满头只咪咪笑笑叫。到底是啉偌济啊？人初当出去去应酬，是要介绍人互你认识，不是干那出去啉酒的尔。嘘，卖阁念啊！
我头前就听。哇，错成人家行，我不该说东西。拎这啊！怎么才立的宿醉，这当该住了。哦，这是你昨天替我传的。当然啦、啊，我是听到你要应酬，我就知影，你一定是输人唔输阵的，你啉一堆啦。多谢你。哎呦，我就想讲，哎，证明啊，查囝嘛无比后生佫较差，我想要替我妈争一口气。你只要跟他证明，你嘛有一个真高啉酒的查囝尔。我知你想要证明你家己，因为既然你想要做蔡董的左右手，你就不要参像较早同款，甚物代志都意气用事。头就痛啊，我怎啊就痛啊？你先看一下吧。跟你讲真相，无代志啊。哦，拜托你莫搁念嘛啦，我即届有食着惊啊，我敢唔敢嘛？喂，啊你即摆身体感觉安怎？我是来提醒你，暗时啊在动手术啊，啊你即摆开始注意，要进食进水哦。你放心，迄个动手术是家常事哦，我知影啦。啊对啦，啊便衣迄边怎安怎？里面都是婴儿的飞机，伊即个机场我得通知你。手术的部分我已经安排好势啊。什么人要手术啦？会啦，我会替你哦，先甲病人拍一下招呼的。我即摆有代志要处理，先安尼啊。哦，是我一个朋友啦，啊，伊就一直咧拜托我，咧帮伊敲什么哦单人病房啦。啊，好佳哉你入来啊，我就只有靠他挂电话。这款代志若是答应一届就第二届，上好。别去惹这款麻烦。哇！一定啊！啊，你唔是要赶飞机啊？啊，你即马过来办公室啊？啊，你时间敢会赴啊？哎，提几份啊，我的日本报告啊，甲新加坡的同业交流啦，我随便出发啦。啊，那就想祝你一切拢顺利啊！啊，告诉讲啊。那是当将马克实验室的成果啊，早登来台湾分享啊，那是对你、对咱爸拢好啊，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对啊，你想真好啦，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我会看在阮太太份上，让你伫咧爸母这个位置。你妈妈的代志，你知要怎做才是上好的吼。你放心啦，我会永远做我妈上乖、上听话后生。人到最后拢是为着家己嘞，真正讲到遐尼好听，结果伊也毋是惯世有钱人的日子啊，为着这个身份反背成仇。好啦，有甚物代志，随跟我联络啊。罗林这里啊，等你回来，我会送你一个很大的 surprise。原来那天，你说有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去病院做检查哦。嘿，光光那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没跟我说啊？抱歉啦，我就是家里的烦恼嘛。你无甲我讲，我才真正会烦恼，好无？而且，关关是大手术呢，无人照顾你是变怎啦？我这毋是甲你讲啊。你当然嘛甲我讲，我是你上亲的人呢。我爱看你哦，去动手术，然后平安无代志。多
谢你啊，让你这阵烦恼，实在歹势。又搁是多谢，又搁是歹势。神啊，对我遐尔客气，袂煞是抢人诶。你想想怎样？敢有？我讲是事实好无？我感觉你等去丢家了后，要变一个人，不然无参照，我是使遐仔。是讲你甲一定夫人啊，无啥物关系啊，是安怎？你爱为着伊，无遐尼大险嘛？因为伊是我亲生妈妈。哈？等等，嘿，等等，嘿，一定会丢，你丢。是，你们是阮爸。哈？我唔是一定甲一定夫人生。哦。因为进前啊，里面就有特别遭到我胡云小姐，都偷我甲信宏的 DNA， 还信宏误会哦，伊是胡林的亲生后生。哎呦，啊这一定嘛真有够恶钱呢，偷我 DNA 这种代志嘛做得出来，伊无资格做医生啦。你放心嘛，我替偷回公道。哎，其实讲起来哦，信宏嘛是受害者，啊其实我即马。暂时无拍算甲胡云收银啦，所以这件代志啊，绝对袂当让人知影，尤其是袂当人民得知影，我被官官和一定夫人条条不守秘密嘞。嗯，我知。敢是我误会啊？迄当阵，瑞德明明拼性命伫保护我，为什么伊？我即摆拄感觉，我诶笔记本顶关写诶，你对不起我，这属实。阮阿姨讲得无毋对，你直接利用我。你讲你希望分互记者？但我刷一届一届，拄到危险，啥物事啊？青红，阿姐，你面色足歹呢，是毋是异地婚的状况无好啊？阿姨这两天啊，不是一直咧昏迷啦，啊，不过好佳哉。总算是找到会当关关怀伊的人啊，真紧就当动手术啊。安尼就好，希望哦，夫人会当平安度过一关。我相信一定会啦。对啦，啊你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是安尼啦，我想要向你探听瑞德的状况，伊即马好完了安怎？啊，这是保平，敢唔当麻烦你替我提予伊？啊！你唔知影已经出院啊？伊那怎会见到当出院？伊那是二级烫伤，你康复袂够介严重啦，所以就提早出院啊。啊，是安尼啊，安尼嘛好。我看你也是够关心伊啊，啊，你哪会亲自去找伊啊？因为讲，无希望我阁接近伊。不要紧啊，我知伊即马过得好安尼就好啊。只是伊无想要看到我，就爱麻烦你加甲伊照顾。若是有啥物需要，你就尽量甲伊斗相共个。那是当然的啊，我是伊好兄弟咧。其实是瑞德在甲我斗相共才对。那你这不平。好我来。你等下病回诊的时阵哦，我再替你提醒你。啊，麻烦你呀。
够有信心未啦？我相信啊，伊早晚拢会恢复记忆的，等在你的身躯边。伊继续做阿仔嘛真好啊，只要伊会当好好啊活咧，这比啥物拢更加重要。阿叔得要动手术啊！你即卖身体状况，敢无要紧？李红是拢检查过啊，医生嘛是确定会当动手术，你才愿意动手术嘞？啊，好啦好啦，这是你家己决定，我嘛无方便讲啥。毕竟哦，伊是你的亲生妈妈。是啦，只是无注意，以后唔敢。多谢你听保守秘密哦。应该听讲。信宏不是讲瑞德已经出院啊？敢不是空嘴发言吗？头讲的，是的呀。瑞德，啊，你不是出院啊？敢是空嘴有状况？我无代志啊，只是来回诊尔啦。啊，我突然看到你咧扫，是不是有呛伤？是的啦，我无想坐啊。啊，不是讲好，那个出现在我面头前，你是拢袂记得啊？阿仔，你讲话嘛，太过不客气啊。我今仔就离开啊，你保重。阿姐，我知我安尼做，一定让你做伤心的。因为我离我愈远啊，才愈安全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看阿仔的眼神，嘛不是完全对何小姐无感觉。而且蔡大富嘛有讲过，若是阮瑞德，根本无可能介意产生我这款遐尔丑陋的查某囡仔。你在想啥？无啦，那我在想啥？我叫伊办断言手术。别动！这是爱家别好的补品啦。你家己啊，哪里吃得啊？我知影哦，你要甲伊保持距离啊，不过。当作这关心你啊，你敢有需要对人这冷淡吧？哦，哇哇，哇，我这个补品哦，看起足贵的呢。啊，人嘛是好意啊，你即马哦，嘛需要补一下，我替你收起来哦。你讲这话。从电管也够响。Thank you.
跳跃嘛是啥物人手术？家里离开。我是当署长的特助林安琪。这确实像安排。是行政长安排。行政长？不要你像。是的，行政长有交代，我没再讲。这样行不行？敢会是？嗨啊！真正是杜青云在开刀，敢讲有人管教好伊？所以医疗团队拢足专业的，你一定要加油啊！一定要平安无代志的。就是一定方向的啊！无论真正安怎，你都要记得，你答应我。然后我陪你，无论辛苦不辛苦，另外分啊，好运好运，听到无？我知。像你这样啊，我总算找到个你妈妈。虽然我可袂当跟你说真啊，
怪啊，落飞机拢已经超过半点钟啊，接我的人咧也未到位啊，也是我讲唔对所在。奈无接电话啊！安琪，安琪啊，我才拄到新加坡，你得打电话来啊！杜千玉留意出事吧？你讲啥？李新红半暝啊，偷偷来摆出台手术，任何人拢袂用接去。我拄只要过去问。伊拢唔肯讲，我去杜清玉白帮，才发现伊就无伫啊。所以是你事先安排好诶，等我离开台湾，才偷偷替清玉动手术。你中计啊！有可能连你去新加坡所有代志拢是骗你诶，目的就是甲你怪去遐。无怪无人来接我，你即马替我订机票，我马上要赶返台湾。都遐尔晚，都有飞机啊！你调红叶喷剂，管哪种我一定要看到底，我要看到底是什么人管我的情调，幸福这两家囡仔到底是在骗什么帮？等你挂回来，如果安怎，手术早就结束啊。李信宏调岗，阮妈杜清要开刀的代志，搁甲爸骗去新加坡。这就表示根本就无信任伊。假使讲杜清玉手术乃是成功醒过来，所有代志拢有变数。爸上好阁有法度保掉伊家己咧病院阁有独家的地位。早都可能叫伊卖这个时阵出国，真正神功讲袂听，干那要出一个嘴讲好话，讲啥物要保护我，给我上好一切，结果呢？干嘛要扣我的后脚？清玉，那那是相关挂号仪的。哎哎，你袂使过来，你足奇怪呢！我都才应该讲过啊，我是当初就要找林安琪。不管你是啥，请你别叫了白啦。我无要叫了白，我干那想要知影，当初就开刀够顺利，结果安怎？手术真顺利。所以杜家迄个是关挂号当时对啦，伊是谁？派谁？白狼要求身份保密。我干那想要知影是谁，到底有甚么困难嘞？派谁？派谁？哎呀，你别给我冻掉哎！安尼啦。系啊，袂当让伊发现关挂人下载。哎呀，你别哎，林头主，林头主，是发生甚么代志啊？你哪会知？哎哎，邓姐，邓姐，邓姐，想做啦？想做你会知？刚刚杜家当手术是恁朋友。我听袂了讲啥嘞，我只是陪一个朋友来这看病啊，谁知影拄好看到伊只，甲人救救来了。我是当署长的助理安琪，我要了解当署长的身体状况到底有啥物问题。哦，你想要关心当署长，会当去伊的病房看伊啊？啥物天遮乱啊？这足奇怪。林特助，哎呦，刚刚你袂记哦，恁朋友刚刚到我够关心的，啊，拢拄着啊，无拄好来，来讨论一下好不好？就问一下。迄个关系跟我有甚关系啊？别妨碍我做代志。
拄到这多谢你啊！袂啦，我嘛惊阿仔洪发现。这下载嘞，奶奶都想去。我都惊有意外，所以都想还是我安排啦。哦，阿秋是安怎啊？真成功啊！阿哥，伊当手术做了尔，就鱼的随我一条，阿会得麻烦你啊。我等，我等。知啊！你开刀的时阵，我偌紧张的。好佳哉，天公伯有听到我咧拜托伊，你总算平安倒来我的身躯边啊！我真正就希望啊，以后咱会当一直安尼，把你的手牵条条，永远做你上骄傲的后生。不是拄好去新加坡尔，哪可能这紧就回来啊？敢讲有发现啥？崔达，什么顶罪不？秋水，秋水哪算你啊？会，有平安吧？有啦，疫情好，新皇宫每个需要一段时间去恢复，啊，不过已经老无问题啊，吼，你别烦恼。啊，那你哦，买好好静养，知影无？啊，但秋水，我去又不应该。我应该知人知啊！到底是有还是无？你得讲哈。我伫手术室外口，有拄着林特助啦。啊，查证就互伊发现，管管人是你。我嘛唔知啊，虽然伊讲哦，伊是关心当署长的，啊，不过伊看就着急的，我感觉伊怪怪。正常就发现演着群众话，这个伊阁这么关心夫人的手术，这代志敢有这么单纯啊？当署长的人在伫一间房间啊，我想要去甲看一下，该说多谢，叫阮太太一条命。哦，就伫607病房。607，好。恁两个去别病啊！哈，
人敢不是一个时间吗？我嘛不知是安怎，恁会回来。可是讲啊，因若一知恁搁伫遮，足危险的啦。伊可能来找，到底是谁管我后妈的？阿珍，你做啥？我给十万块米起来。一条啊！我阁当作你即马当咧伫国际医学论坛发光发热，还是你本底是要准备发表的论文出啥物差错啊？伊互我当来啊！莫管我是啥，这偏偏就是你设计骗局。那你那么真敢要互我骗的哦？我看你头壳嘛不离啊两光咧，也是你这人哦，太过自我感觉良好啊。感觉你伫医学界活哩遐久，阿明仔先通带你国外。要如何教你来评论我？你讲是啥物人讲我有作用的？我即马人都倒伫遮，你想呢？你根本就无符合讲我，讲是啥物人讲我有作用的？我想你了，既然你都发现了，我就老实讲啊，伊个官是我替我起买的。你为什么要认错？真是荒谬嘞！为着要救妈，我嘛无法度啊。一定啊，你应该袂舍得注意哦，这毋但是对我嘞，对咱爸爷嘛会拍歹咱个名声嘞。你你这对有什么好处啊？我就是要安尼做。你，你做啥？你安尼是创啥？哎呀！哦，你安尼是蓄意谋杀嘞！你家己挂了，你怪我啊？放手啊！你搞挂了，你就搞哭起来啊！你是咧变相咧妄啊你啊！多谢是不是有人要你吃？到底是谁管我？我去病房找人，竟然是信宏，伊倒伫咧病床啊！伊管我？伊无可能管我啦，伊根本就无符合。伊讲伊是伫咧乌漆麻瓜中啊，不过我伫咧怀疑，伊伫咧暗坑伊隔壁病床的病人。迄人是？这我嘛不知啊。袁志甲袁勇伊比对嘛无符合，嘛无可能救清玉啊。照你讲，这五等亲内面应该是无人会当救清玉啊。林涛柱，喜欢什么代志啊？你哪一家？蛋姐，是温瑞德。我咧厝厝旁外口拄到迄什么小叶，虽然伊讲伊是陪朋友来陪你，我乃无想到，伊就是陪温瑞德来开刀。那是温瑞德管的官，那你一定是知影家己心事啊。那什么拢没有，伊若是拄开完刀，身体感觉虚的，人应该搁伫陪，咱直接去找伊。昏头吹。看到凉水通丢啊！我知影。嘿，你水就歹看啊，伊讲要紧啊。
小孙呢？安尼创意想要危险吗？有找到人无？无，你？无啦，再找看卖啦，姐。那恐怕是把你哥先锁在这里，别当里面的话。OK。办公室有一挂重要的资料需要你处理。好，行。我去计程车，应该两面就到啊。哎呦，阿仔，你面色足歹看的呢，还是咱倒来病院，我叫信号头头帮你找一个医生替你看脉，好不好？袂啦，恁们在来病院，是怪危险啊。是温瑞德，敢讲真正是关关我请入来，信号为什么会改交给？去体温嘛。瑞德啊，那个叫杜后啊，叫杜德利啊。你当过手术了对吧？你是在讲啥？我今是来回诊。医生讲我康水好不一半嘞，我想动手术啊！你卖去提钱啊！你是不是管管阮太太啊？我凭啥物爱管好伊啊？凭啥？你卖去骗我！你讲，你是不是甲姓洪有啥物计谋？你是不是要对付我？你这样讲莫名其妙哎！昨你咪讲对阿仔啊？你今麦洪创社康水还袂好哦？是病太严重哦，我绝对会帮你说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凶手早来跟我讲这啊，按我管管啊，应该大手术了啊。我若真正大手术出来，明仔可能好好徛在遮。而且对我讲啊，我管管好一定负责。所以讲，你意思是，我真正是一定有个清醒好生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看起来，我连验 DNA 我都无需要验妈妈。我讲过，幸好是我太太清醒好生，你咪阁想要找机会探讨解关系？拜托诶，阿仔才无想要跟你这个人有任何的关系，是你一直找伊麻烦，好不好？你根本就无想要，甲我一个过去，我有任何的牵连啊！而且哦，
阿珍来真正是恁太太亲生后生，而且杜信宏，恁是抢伊的身份的，一定就万分伊啊！谁都要跟伊联手啊！北七，我告诉温瑞德，真正发现家己的心思，卖讲伊的万分信宏，信宏嘛一定会对伊有提防。跟你下来啊，来，跟来照，那蔡姐笑哎。进来吼，魏信宏，阿在今麦落酒做伙，空对你是离开啊，是要安怎啦？你安排好啊是无？啊，我今麦随过，啊啊，快进来啊！叫啥啊？叫你啊，足久无看呢。我最近哦，拄才关一间酒店，无想到伫遮拄到你。我真正是头壳歹去，竟然哦，较早的姊妹仔认出来。好佳哉哦，迄个凯莉替我讲话，啊那无，我的过去唔着，互人压压出来。凯莉甲莹莹遐尼啊好，唔知影这件代志会传回莹莹耳腔来无？拜托的，希望哦，伊唔是一个放上头。啊，若无大夫，若是知影我甲龙哥哥伫个酒店熟识，接到阵的，一定袂用我这个妈妈。太太你好，我是来。你出去哦，你带你来，你出去哦。无啦，太太。你出去哦。我是来做那个会所，啊是你那大太太哦叫我来的。你即摆我出去，无我报警。唔是啦，太太啊，你听我讲啦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你在创啥哩？大姐，啊伊莫名其妙来撞入来咱厝的，你看伊的穿衫遐尼垃圾，伊啥物目的，咱也唔知影。哎呦！我请这位先生入来提回收的啦，紧甲咱回收嘞！哎，免，太太免啦。哎，这位太太，是啦，我是来恁家吼，变去回收的物件，我提，我就随走啦。麻烦你带我来哈，来。大姐，近前新闻报的大你唔知啊？伊就是天虹集团迄个骗子江有礼，我的财产拢被伊骗骗去，钱拢无摕回来哦。这个人哦，骗子，无在你同情啦。这位太太，是的，过去真正是我做唔着代志，伤害着少一个人，啊，不过我嘛付出代价啊，我去坐过家，而且我的财产嘛拢去予政府收转去，重新分配。你若是迄个时阵真正有投资天虹，应该是有收到一笔赔偿金，敢毋是？伊是真正袂记得我，还是假作无识识啊？不管多一项啦，我拢袂用个，予伊破坏我即马甲龙哥哥幸福的日子。哎呦，迄拢过去的代志啊啦！而且你看，江先生即马拢诚心悔改啊，咱总是爱予人一摆重新做人的机会嘛。大姐，你就是伤善良啦！这种骗子哦，无应该予伊第二次机会。喂，清洁公司哦，我是社区主委蔡良的太太，
恁公司若是要用人哦，拜托的去探听一下，好不？这个江有理，恁敢用伊？伊是一个骗子呢！你即马随甲我开除这个笨手人哦，无哦，我就要换清洁公司。哎、欸，你卖闹啊啦！人讲钱是即马靠双手生活，还讲无够呢。恁想好清楚哦，看哦，恁是要保这个员工，还是要保阮社区的订单？你搁伫遐创啥？你紧走哦，无我报警。哎呦，你哪会安尼讲袂顺车啦？明明就是我车刚先是礼拜啊提回收的，你为什么一定爱安尼乱啦？我就是无想要看伊出现伫我面头前啊！你哎，我太太太太，龙姨太太，您别搁冤啊啦！您是一个人，无需要为着我这外人安尼拍歹感情。太太，这拢要怪我过去做唔到代志，我今日受到这款的对待，这是我家己做得来，袂当怪谁。歹势，安尼我都无教养你啦。哎，江先生，江先生，歹势你。哎呀，你哦，你真正是有够无北长啦！要不想看卖你家己的初心，你应该要搁较体谅迄艰苦人才对啊！我什么初心啊？我什么初心啊？对啦，我伫酒店上过班啦，安怎？我无偷无抢啦，无亲像这个大骗子啦，我比伊好一百倍啦！哎呦，敢会当安尼比较啦？你酒店出身，搁安怎？哈？哎呦！我知影你是自细汉厝内散食，啊兄弟姊妹也搁多，你是为着领导的生活才去酒店上班呢？就问者，我甲阿良，敢有因为安尼看你无？大家拢有苦衷，你嘛是艰苦过的人，你是为什么就袂当将心比心啊？哈？大姐，你莫生气啦。我嘛是为着这个家好啊！哎呀，你上好是啦。只要会当卖阁看到伊哦，就算大姐误会，我嘛不要紧。你若坚持落去，伊若真正安怎把我一个人做你走，我绝对会帮你算。不是，当时开始发烧啊！医生有来看过无？有啦，已经开药啊。讲好惊是感染，所以观察一段时间，若是无继续休克哦，就当放心嘛。七八年，你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坚持落，千万唔通放弃，知无？虽然要让林明德知影是阿仔管管的，啊，不过遐尼大手术呢，你哪能无遐尼大危险，可以转移，真足危险的，阿仔才敢无我命，你敢知影？拢是我唔好啊。是我想要不够周全，啊！不过我真正想袂到林明德这紧就回来啊！这就是你的疏忽啦！阿仔以后身体哪什么状况哦，我绝对爱你负责到底。你讲，虽然阿仔讲你嘛是叫我一中骗去的，啊！不过既然妙燕知影真相啊，就应该找一中负责人坦白啊！你想要让阿仔无遐尼大险嘛？你莫关心好啊！阿仔，阿弟，总算结束了。这是我的意思。你林明德，你敢不相信啊？嗯，不过
伊个性这么猜忌着，一定会想其他办法来找你。你是要安怎？阿仔今仔身体遐尔虚呢？我先讲个话哦，伊若真正搁找来遮，我不准你后背走。你应该是无迄个才调，会当找到遮。幸好，爸，我需要你替我找一个人，反射一下，替人家争取一段时间。你要我找什么人啊？育幼院的院长，里面的今晚想要安看咱的心思，那是出来跟咱心思有关系啦。伊只用可能自乱阵脚，替咱家争取一段时间。你放心啦，你交代的代志我办好好势，你就好好当家休困，哈。麻烦你啊。刚是温瑞德观光哎。我伫咧殡仪馆边啊，拄着温瑞德要过叶美云找某囝啦，今日看起来。就要参照有动过腕骨的手术啦，我是感觉奇怪，伫咧病房的时阵，那些的信号，伊并没有有代志，伫咧问我。若卡苏真正是伫咧乌市买挂救情药，我问伊的时阵，想出来伊面色怪怪啊。董厂叫你卖去新加坡，真正是讲袂听。你家己看，即卖安怎？是向保证杜清玉的手术。绝对无可能有复原的机会。啊，结果嘞，伊今麦几个人，佫活得好好呢，你要安怎解释？哎，这，哎，代志就到这来呀。啊，就算清药啊，伊暂时复原，这对咱嘛无歹呀。清药啊，伊重情重义，只要我好好解配合，相信不外久，伊回心转意。你唔坦白记哩？咱上大目的是正山医院阿哥独家的财产，杜清玉若是活的，只会去耽误着咱的代志。万一李信宏若是甲杜清玉讲是你主动伊换官，时间我着看杜清玉敢会对你重情重义。这个，我看归去，甲咱的计划着送互信宏。佮直接讲，伊是为着要夺出财产，所以才假做清玉的亲生后生，第二来做替死鬼。啊，不过李信宏一定会甲杜清玉讲，这所有代志拢是你做的，为着莫有任何死角差，甲杜清玉名下所有资产拢处理掉。你的意思是要偷偷甲伊卖掉？唔那便宜，啊，佮有伊的不动产，嘛拢换作现金，安尼上安全。用个正身医院是我一生的心血，敢会当卖袂？啊，无你敢有较好的方法？便宜发生遐尔济代志，你要现在就拍拍了啊！今麦卖哦，佮有淡寡钱，有法度保你呾地下内底空。也得讲嘛是啦，看起来得只有偷偷进行，绝对袂当有清流听到任何的风声。这唔免你讲，我嘛知。杜清玉名下的资产，我爱想办法转到人头户。杜清玉变得够力，一定爱让伊认为，这所有的代志拢是李信宏一个人做的。嗯。明娟，我是清流的后生啦。伊的资产我来处理就好，别免经过你啊。你若是一出面，杜清马上就发现。你也准讲，咱有法度把杜家财产归我拢放弃啊。嗯，来，即马出来的无人，七月了，家家金铺家还有个地客房客，放伫你房间的保险箱内底。这密码
是阮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。结婚纪念日，哼，看起来杜清玉佮真正就爱你的，竟然摕你的结婚纪念日做密码，是讲应该无想到家己的真心话真真。啊，好啦，咱就莫去讲这啊，你紧去处理，我去花千庙顺续牵扯情况。嗯。啊郭院长，你来找我，我有什么事情？我是来看秦玉的，啊，先做吼，甲院长拍一下招呼。啊，听讲秦玉手术吼真顺利，啊，应该恢复真紧吧？院长，我先去处理你交代的事。郭院长，我拄好要去看秦玉啦，我来就来去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经理，哎，助理，哪里来？这是你这个月薪水，你做我今日落啊。助理，安内临时要甲我洗头咯，敢是我倒位做了无好势，你甲我讲，我会改。这份头路我是真无简单才找到的。我唔知影吼，你是安怎伊了这么错太太啊？伊坚持吼要甲你洗掉啦。因吼是即区真有势力的人啊，厝买几落间，而且可以租位呢。若无，我会当去拼其他社区，啊是讲你给我上暗班，我来负责酒店。啊是讲吼，迄同事因无爱去的所在，拢摆给我无要紧。算我拜托你，我真正需要这份头路。卖讲遐多啊啦，你去个只，你哦唔讲讲别人啊啦。不是啦，赵文杰。你敢是江城协主管？伊今年收本手出去挂着感染单的，恁公司是不是应该负责任？迄是江城无说你挂着，甲阮公司无关系啦。那会甲你无关系？伊是因为工课受伤的呢。伊不是阮的员工啊。伊受伤的时阵是你的员工。好了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，不能安尼啦。哎呦，真正是爸爸无说你啊。就算是你无说你，要唔过你受伤才是事实。你凭啥物让遐个人糟蹋啦？因为一句话就把你开除。丽华，这件代志真正怪爸爸，拢是因为那位太太，伊进前投资天虹，赔足侪钱的，所以对爸爸足不满，才会打电话给阮头家，甲我洗头路。你想要为你过去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，这我无意见。但不过你为什么要让我看到？这是在听话你，还是听话我？你讲看卖。是，我之前欺骗张元勇，要不过我因为这个白菜，我要付出代价啊。张真真正是我做唔对，要不过我受的苦，还佫听话，感觉无够。李文，你莫怪家己好吗？这一切拢是因为爸爸才开始的，你别怪，都怪爸爸。好啊，你讲这话哦，麻烦好啊，感觉较好。你跟我讲，那个臭太太到底在哪位？我想要看卖，多一个恶毒的查某会做出这种代志？行。哎，你唔通啦，唔通啦！是爸爸先对不起伊，咱真正无资格，还佫有迄立场去找人理论。你无想要开心，奶奶我家己去。李文，李文，李文。看起来伊也是想过看中家己伫个杜清玉心目中的地位，密码根本就毋是伊甲杜清玉结婚纪念日，是讲杜清玉即马上看中的就是李信宏，敢讲？嘛毋是李信宏的生日，
咱的密码到底是几号？明明就讲好，这段时间要替我牵制李新红，无要让伊回来。竟然遐尼简单的代志拢做袂好。原来即马保险箱拢是李新红在管。讲保险箱的密码是李信宏设定的，奶奶在为李信宏的角度去摇，敢有可能是我的设定？知影迄彩霞、甲吉祥啊，因两个行斗阵呢。哎呦，你即马才知哦！我之前看彩霞，逐天安尼嘴笑目笑，我早就约到啊啦。哎、哦欸，啊，不过迄爱欢甲少卿，因即马毋是咧交往。啊，假使讲这两个囡仔若是结婚的话，伊毋就变作亲家啊？啊，你毋是足奇怪的？对，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各位漂亮的阿姨，大家好！来，这是操劳村的李明活动通知单。迄天吼，欢迎大家来和我做伙爬操劳山。啊，不管你是来行健康的，还是要来进山活动，拢最欢迎的哦。秘书长啊，你实在是真正有心嘞！啊，常常吼办这活动啦，啊，而且吼嘛足关心阮这时代。啊，不过吼。这我无法度啦，我即马哦，足烦恼我的行动力诶，我即马袂溜达啦。是啊。这是我买给阮爸爸，阿雄送给你。这内底吼 ，UC2 还佮有维生素 C、镁、锌、铜、锰等关键成分，会当帮助你调整体质，啊会当让你吼精神佫较好，啊佫较溜达。啊 ，UC2 吼，继续食就有感觉啊。像像我爸爸吼，啊，你爬楼梯又外溜咧，还佫有两 Q 弯腰，还佫有健身啊，啊，我拢叫袂着。哦，安尼哪好意思啦？袂啦，阿姨，啊，阮搬来草庐山这几年，你拢足照顾阮的啊，啊，所以吼，你得安心收起来，爱记的哦，一天食一粒。安尼哦，多谢你啦。啊，不过像我吼，袂想吞的药丸啊呢，所以我不想爱买这种保养品的。阿婆阿姨，这小小一条最好吞的啦，啊，而且吼可以当提升五大关键行动力，好咱吼好爬梯，容易蹲，舒适弯，跑得久，走得远哦。哇，安尼哦，安尼哦，我看你去买来吃看卖。好啊，阿姨，咱若是想要永葆青春，运动就最重要的啊。啊，若是想要有好人缘吼，就爱少讲八卦，加讲好话，存好心，安尼唔只会转好运，对不？啊
你敢知影？我一直以为白衣是上神圣的所在，所以当年会当甲你做翁仔某，甲你做伙经营白衣，我感觉真幸福。不是无爱你，我把你看作我一世人代替疼惜的牵手。无囡仔嘛不要紧，就咱两个互相挖苦、互相信任，有共同的目标、共同的理想。杨哥，可惜啊，一路走来，对我真正、真正有够失望的。总是气啊，青玉！啊，你才拄气过来，你莫着急想要讲话啊，你放心，手术真成功，你只要一阵仔好好啊调养，真紧就会当恢复健康啊。幸好嘞。幸好。哎呀，好啦，你莫激动啦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才拄手术煞，家己身体要注意。幸好，你管看好我，这是母亲大的危险，我无希望伊为着要救我，去伤害着家己的身体啦。伊救你，我可想讲为什么？伊要伫你我离开台湾的时阵，替你安排手术。原来伊是伫咧骗你，咧骗我，咧骗所有人。你在讲什么啊？管我好你的人根本就不是姓洪啦。那有可能？不是姓洪，谁会管我好我？你换的歌中是伫咧乌市买，这是犯法的呢。犯法是多好尔啦，更加可恶的是啊，伊明明就无悬歌，佮跳空伫咱的面头前播这出戏，迄讲到底啊，伊就是咧假可怜，假有我有好，我爱你一个妈妈。就是要爱你，唔甘意，以后才会当去为你的身躯顶啊，挖到更加侪利益。我唔相信，姓王啊，伊是真正做真心的友好我，是唔是有道也不唔对啊？是有误会啊？误会？来，我你看卖，你家己看好清楚。来，这就是啊，姓洪甲你啊，这歌中的比对的资料，伊根本就无符合啊！我甲汉光，哪有可能会生出一个爱心的后生？所以啊，这毋就证明伊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后生。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心红会骗我，你不是安尼的囡仔，当初我是你家出来我的面头前，跟我讲你是我的后生。哎，我家己嘛想袂到啊。我辛辛苦苦找到这个囡仔，想不到竟会出这款的差错，去让一个不正囡仔来嫁做你的亲生后生。
秋月啊，其实呢，这是我的不对。我当初我就应该调查更加清楚，更加详细才对啊。秋月啊，秋月啊，你的怨叹我会当理解。但可咱今仔日阿妈不一定爱甘心，若无这个唔正经用心计较接近咱，这就有可能就只有一个目的，伊就是要夺出多家的财产。无可能，可是伊若是要爱财产，伊免得我阿妈来手术。而且我遗嘱嘛拢写好啊，只要我若死，所有一切拢是伊的啊。那是因为伊惊，伊嫁做你的后生的身份会予咱发现啊。你若不相信，要不啦，家己找来当面对质。为着咱有证据，当家伊讲白贼。